白宇主动勒张若昀脖子，张若昀尴尬又开心。好人缘的他为何火爆？比如说腾讯卫视举办的星光大赏，就邀请了最受关注的《庆余年》的主演张若昀，也邀请了比较有人气的明星白宇，还有其他的大流量，比如说吴亦凡、蔡徐坤等等。而张若昀在后台等待的时候，直接坐在椅子上面，没想到白宇却认出了他，而且还勒着张若昀的脖子。从视频里可以看出，张若昀感到非常的尴尬，但是神情也比较的激动。看样子这两个人确实是很好的兄弟了，可是他之前在娱乐圈当中已经扮演了这么多年的配角或者是主角，所以也和不少人合作过。现如今直接遇到了白宇之后，白宇就很大大咧咧的直接勒住了他的脖子，其实也就是调侃张若昀如今的造型。所以张若昀遇到熟人非常的开心，但是看到自己的造型又感觉非常的尴尬，因为张若昀的造型再尴尬也影响不到大家对他的好感，毕竟他可是凭借着自己的演技使大家信服的。